从哪就出来了。不能停，不能停。大家好，逛胡同遇到这位大妈养了一只猫，这只猫还很通人性，请您一圈三连看看猫猫可爱的样子。啊，这想回去了吧？嗯，真是。这叫什么品种？蓝猫。蓝猫和那什么的串儿。啊、哦。什么蓝猫？它是蓝色的。对。嗯。现在是不是那种眼睛特别亮？对，蓝猫是蓝色的嘛，它这是一串儿。啊，这个也很名贵。嗯嗯，行吧。啊，嘿，你看多乖呀、啊！你看，你看这眼睛，啊、特有神，嗯、特有神。待会儿，哦，你看他知道呀。公的母的，啊，它公的母的，公的给它吐了，那个好养。啊，它得愿意挠挠是吧？对，它俩天在挠，所以它就拿爪叫勾我，让我给你看它通人性，嘿。他听得懂，找不着他，我就满大街上喊他，一喊他一会儿，他从哪就出来了。哦哦哦，不能停，不能停，嘿、啊！你说这跟小孩似的，还得要按摩啊，这家伙，老你没完了，跟小孩似的了。